大家好啊，我是 Yvonne Anna Creation 化妆师。造型的重点其实是越多嘢嘅话咧，系越高贵同埋浪漫嘅，即系越自然。咁但其实咧，自然嘅话系越难做嘅，即系你将一样嘢系变得好自然嘅话咧，系要更加考功夫咯。其实诶，不嬲，我哋简单咧都系公司一直都做紧嘅，系啦。同埋我哋会再购入一下啲欧美嘅头饰啦，大部分都系喜欢。是鮮花的，是的，所以我們都是鮮花和頭飾為主的，是的。其實鮮花呢，我自己呢就喜歡自己買花的，但是一小時而已，有時太忙的話就未必幫到客人買啦，所以有時有些外國的花回到來我就會嘗試一下啦。咁啊頭飾嘅話咧，我都係中意周圍咁啊去旅行又買下啲頭飾啊，又或者係網上再買啊，同埋 handmade 嘅頭飾我都特別中意啲。我哋年年都會進修嘅，咁同埋我哋化妝師咧係都比特別多嘅，係啦，都有成十幾個化妝師。咁我哋咧就會一兩個人去進修，跟住我哋翻嚟一齊去研究啊，去傾下或者去練習。嚟緊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多啲我哋公司嘅化妝師啦，咁我哋都個團隊希望可以帶動多啲即係新鮮感俾大家去睇，同埋做多啲靚嘅作品出嚟。